这一定不是一般诈欺案。一起 ATM 盗领案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使他们无辜卷入一场复仇的漩涡。谁不知道你们现在是通缉犯？这背后究竟暗藏什么秘密？不知道是谁在跟踪我。之前在港口还有人想杀我。改编自轰动全台湾的真实案例。那边有可疑的人，开始行动！不要乱看，不要乱看，让我开枪。你那边怎样？我这边 OK。 台湾片8月26号起，晚上10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从8月19号起上涛哥优先观看。